如果再听到有人说自己是被妈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，先别怀疑，因为很有可能就是真的。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，一位小姐姐因为自己的狗狗得了细小病毒去世，怕之前的狗窝用品上还留有病毒，就专门跑到了离家很远的垃圾场丢掉。但是偶然间发现垃圾堆里有一只流浪的小狗，她担心自己刚扔的带有病毒的狗窝会传染给小狗，又想到这只流浪小狗每天靠着吃各种腐烂的食物饱腹，靠着喝垃圾堆里的污水解渴，靠着堆积如山的垃圾保暖，生死可能就只在一瞬间。想到这里，小姐姐不再犹豫，在鞋上套了两个塑料袋就走进了垃圾堆，直接徒手拿起了因为害怕而卷缩在垃圾里的小狗。小狗疯狂摇着尾巴祈求人类不要伤害它，但是小姐姐说，可是你只是一只被人抛弃在垃圾堆里可怜的小狗呀，我只会好好爱你。然后就把小狗放在了自己的车上。小姐姐甚至害怕自己的鞋子沾染了细菌和病毒会危害到小狗，索性直接扔进了垃圾堆，光着脚带着小狗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这天的一切都显得这么刚好，刚好小姐姐来到了这，刚好就有两个塑料袋可以套鞋，刚好还有一个空箱子，刚好可以放下一只小狗。然后由自家大黄狗在前方带路，去时带着失去的悲伤，回时带着生命的希望，迎着阳光一起向着充满温暖的家出发。到家之后，小姐姐给小狗煮了鸡蛋汤，还洗了好几遍澡，让它丢掉了之前那个胆小谨慎的自己，变成了一个有妈妈保护的顽皮孩子。本来阎王对小狗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你已命不久矣，现在的小狗底气十足怼了回去，我妈说你放屁。但是看到视频的最后一幕，还是让我心里一紧。小姐姐家里还有两只狗和20多只猫，她说自己常被流浪猫狗讹上，也有很多是不忍心看他们流浪，主动讹上了他们。这时肯定有人会问，救了这些小流浪，又有谁会在乎？我想说，这只小狗在乎，这只也在乎，还有这一只都在乎。我始终认为，善良的人会吸引善良的磁场，有些事你只管做，未来会给你答案。